盈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八月期指今天出现了一段上冲下洗的区间震荡盘，中场现货跟期货呢下跌了30-40点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整个八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八月期指呢跟现货都呈现了一个上冲下洗的行情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关键的三个转折点。首先，我们看到早盘的高点叫11033，在9:11的时候出现，那最高点呢11038。在10:49的时候出现，最低价它叫10969，在这个9:21的时候出现。那么简单来说，由于今天上冲下洗，所以今天出现了两段比较大的行情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行情，第一段行情是从这个次高点11033到这个低点，它有64点的行情。第二段行情是从10969反弹上来到11038，这69点的行情，把这两段加起来，今天的行情又是一个133点的行情。那虽然行情有133点，可是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压八八吗？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三个字，叫做压八八。今天这盘才高怪，先抬落，搁扭起来，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会当伫个今仔行情里内底，吼，赚了八，赢了八？我相信在今天，我就要告诉大家，你今天只要是曾老师的任何一个会员，任何一个哦。不管你是期货当冲的会员，或者是选择权当冲班的会员，或者是你是曾老师这一套软体的系统用户，甚至于你是期指大咖 VIP 的会员，这四种会员今天全部都怎样大获全胜。而且在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到底在期货市场里面你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压八八探八八。其实我讲过了嘛，操作期指只有两件事情要做好。第一件事情，方向绝对不能弄错，好，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当方向弄对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你的转折要会抓。比如说，我们来讲，今天早上如果你去做多的话，很显然的方向一定错，因为它是先杀下来，再反弹上去。那虽然它有反弹上去，可是你的多单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停损掉嘛，没有错吧？好，那就算你早上去放空它，空下来，如果你不晓得这里是低点转折，恐怕是怎样爆下又爆上。等于怎样三南三北走一回，你根本没有赚到钱。所以最重要就是方向要对，转折要会抓。那到底要怎么做？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麻烦你来找我，透过我的简讯，再透过这道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你绝对可以成为一个超级的操盘手。怎么做呢？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实战操作。首先我们先来讲方向，今天这个方向早盘真的很重要，你只要看错了就完蛋了。那曾老师今天怎么带会员做呢？首先直接看到8:46的call讯哦，这8:46等于开盘一分钟，曾老师马上果断的叫会员试价放空。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call讯哦，八月期指目前的报价在11021附近，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，试价做空哦，试价做空哦，至少要做几口，做两口大台子。这是今天早上8:46，我们所有期指当冲简讯会员的一个讯息，所有期指当冲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。11021空单进场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我们都知道，早上一开盘这个地方，如果你去放空的话，一定有钱赚，最高还来到11033，这个一定空得到。那接着哦，空完这一笔单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是在9:17的时候，当时行情已经在下杀了。我告诉会员朋友，八月期指直接在11001附近再给我加码做空一笔。好，再加码做空一笔，那请至少嘞加码两口大台子。这是9:17:18。我们全部期指当冲会员的一个讯息，11001再加码做空一笔，至少这样两口大台子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早上曾老师的方向判断是正确的。我们在11021放空一笔，11001再放空一笔，你看一下侧标，就是空这两笔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空完这两笔之后，到底要再来回补？各位当然是要在这个地方回补啊。可是我们的会员朋友如何得知要在这里回补？很简单。只要拥有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你一定知道你的空单要在哪里回补，或者说你的多单要在哪里停利出场。因为这一套系统是专门针对期指当中转折设计的软体，所以当空完这两笔之后，到底要在哪里停利呢？很简单，每天的8:45哦到8:47，你只要打开这一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它一定会给你低点转折跟高点转折。就像今天8:47，它给我们会员的低点转折叫10973。各位，今天地线短撑10973是空单停利参考点，有没有看到？
空单停利参考点，我再念一遍，空单停利参考点。所以按照这个逻辑，做空停利看支撑，110.21放空，来到了低点转折，109.73出掉，跌96点，110.01放空，来到109.73出掉，再跌56点，两笔空单共计大跌152点，还没完哦。如果你是我们的软体用户，你今天会买得很漂亮。各位今天的低点预判，参考地线转折支撑，在109.73上下两点，请预挂这些点位干什么？要做多啊！我们的系统就是每天一开盘，把转折点算出来之后，我们的软体用户就可以去挂单了。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讲过。好，如果说你有仙人指路系统，你今天会在109.73反手做多上来。各位，你来看一下哦，今天这样的操作也当赢八八哦。早上我带会员空了两笔，110.21空一笔，110.01再空一笔，结果杀到这里，杀到这地方，109.73补掉之后反手做多上去。这个跟神明的操作几乎已经没什么两样了。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笔多单进场之后，我告诉会员在哪里出场。来，我们再直接往下看，9:38，软体会员按照8:46地线转折支撑109.73做多者，我们价差50点，挂定价110.23干什么？就出场收工了，操作就是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多空双向灵活操作。好，讯息结合软体，跟哪里金价是压八八。哦，压八八哦，来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110.21放空，110.01加空，109.73停利出场，一笔空单跌96点，一笔空单跌56点，最后这一笔多单109.73来到110.23出场收工之后涨100点，三笔交易共计涨跌多少？251点，5万块，5万块，这个跟我们今天呢，等一下下半段要讲 VIP 会员的点数一模一样。接着，我请你再往下看，这样子的一个操作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值不值得你来跟曾老师？我说你需要的资讯其实很简单嘛，第一个就是多空方向嘛，第二个就是转折点嘛。其实你需要的，你每天在期货市场上，你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只有这些而已。到底要做多还是到底要放空？到底高点在哪？到底低点在哪？你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而已。那这些东西谁可以提供给你？其实我每天电视在讲的就是我们会员实际所收到的资讯，像这个空单就是我们会员收到的call讯，这个空单也是。那这个低点转折就是我们的软体算出来的，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今天涨跌共计252点。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哦，我们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。我讲过了，每一天的选择权我都会带你做，以小博大，亚洲期王曾英杰，让你的财富变更大。选择权当中班，选择权当中班今天呢也一样，做一笔对一笔。我说了，今天我们全部的会员，不管是棋子当中的会员，或者是这个软体会员，刚刚已经证明过了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再看一遍哦。这个棋子当中会员今天做两笔空单嘛，152点，对不对？然后软体会员就这一套软体会员，他做了这一趟10973做多上去100点。这边是讯息会员，这边是软体会员。我们再来看选择权会员哦。来，8:46，选择权会员的操作，八月份的选择权11000的卖权。在50点附近给他买20口，50点附近买20口、哦，这是今天的买方策略，买进11000的卖权，8:46在50点附近给他买20口，这个资金只要5万块，5万块哦，你来看哦，今天的选择权11000的卖权最高来到76点，9:21，我们在这里就出手了，这里叫8:46，这里叫8:46，50点买20口，有没有机会赚钱？当然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定要叫会员在这里停利啊。要不然的话报上又报下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到底我有没有叫会员在这里停利呢？我们接下来看一下call讯哦。8:49我就告诉会员了，请拉进选择权当中班的会员，今天进场八月份11000的卖权，50点部位，我们今天不续报到收盘，不续报到收盘，然后挂几点？挂70点出场，今天挂70点出场，8:49就挂单哦，来到了9:21，最高来到76，所以这一笔交易基本上你可以享受到20点的机会，就是2万块。50点进场20口，70点出场20口，5万的资金变7万，5万变7万，中间多少多了2万出来嘛？那多这2万出来，是不是等于大台子的100点？我说选择权我每天也会带你做，棋子的当冲我每天也会带你做。刚刚讲完的棋子当冲会员，各位，棋子的当冲会员今天做两笔空单嘛，价差152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软体会员价差100点嘛，接着选择权的会员价差也是100点，2万块。我已经讲完了三种会员。今天你只要是我的会员，我电视上所讲的只要有谎话，每一个会员都可以来找我要1000万。我说了，我们讲的是实战，所谓的实战就是会员朋友实际收到我资讯他们所做的动作。今天你不管你是我的期货会员或选择权会员，
我要你让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花的钱绝对没有白费，因为曾老师就是值得你选择的专业操盘手。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。什么目标？我讲过了，每一个人来到金融市场，你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嘛。那既然是赚钱，你要找会做的，而不是找那个会解盘的。这个我讲过很多遍了。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，光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操作，期指你有252点的价差机会，再加上选择权，你有2万块，相当于大台指100点的价差机会，你要跟谁？那这是今天哦。那看一下昨天。昨天父亲节，我说送给全国会员朋友的一个父亲节礼物，期指当冲价差168点，这昨天，哦，这其实方向结合转折，每天都一样嘛，多空双向嘛，昨天也是这样嘛，168点，而昨天的选择权结算36000变72000，翻了一倍，价差36000相当于大台指180点，来，咱看买来这涨，涨加起来300点，啊，今仔日嘞，今仔日嘛超过300点，各位，如果操作期指你不选我，你要找谁啊？难道你要找那些三脚猫吗？一天呢？只带你赚个10点20点，那常常不出手，或者是一赔都赔40-50点，甚至100点。你敢要找这款老师？我讲找老师真正爱看好准，看好对。你看这个期指当中，这敢不是你要挃的？再加上选择权，哎，安尼加起来352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再讲一遍哦。昨天有入会的，我今天恭喜你。我不管你参加选择权或期货，通通都是怎样大获全胜。所以在今天，各位，我再讲一遍，我决定挺各位到封关。只要你给我机会，我一定挺你。588专案很简单，我除了给你期指当冲讯息之外，我还会额外再给你选择权的当冲讯息。这个一路服务到哪里？一路服务到2019年的1月30号，到明年哦。2019年的1月30号，你的时间你可以去算一下。这个有两项商品的服务，来各位看这两天就好。我讲真的啦，这个费用绝对咧很划算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人行工涨诶，涨168点。好，搁加这100点，这叫做348点，熊要70000哦，涨熊要70000哦。来，各位再加上今天252点，再加这100点，这超过70000，两天70000就140000啊。那这个费用哪算什么问题？而且我还服务你两项商品呢，服务你到什么时候？2019年的1月30号呢。所以在今天，真的卖个蛋啊，对哦，丢人较重要，赚到钱较重要，该怎么做？把握中场资讯，哦，跟上曾一杰的脚步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大家再回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各位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战胜期权，曾老师特别推出了一个圆梦专案。圆梦专案，全方位体验营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。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让期王帮助你圆梦。速拨迎战圆梦热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，让曾老师帮助各位战胜期权，一起来圆梦。欢迎各位踊跃洽询，谢谢大家。迎战期权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希望曾老师帮助您圆梦。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速拨圆梦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期王曾老师选择权当冲班，天天出手买房策略，风险有限，机会无穷，天天享受倍数机会，看着别人赢，不如自己赚，做对选择，选择最好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，一通电话保证惊喜，价格满意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
预防禽流感。勤洗手，确实消毒。鸡肉蛋要熟食，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，不生食，不购买，不自行宰杀，不喂食，不接触。三要五不勤防护，人间处处有晴天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下半段节目回来之后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只要你的口数够大，你是属于棋子大咖的话，下半段的节目你一定要认真看。来，各位为什么要认真看？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叫 VIP 的重压会员。这 VIP 的重压会员怎么做呢？你认真听哦，尤其是口数很大的投资朋友，我们的操作是这样，百分之百当冲，完完全全没有流仓的压力，每笔交易八口大台子进场。你说老师啊，我的口数30口、50口，你叫我做八口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算八口。你如果资金够大，你要下30口、50口、100口都没关系，重点是至少要八口，至少要八口。这个做法是这样做的，转折点，我们在转折点打算呢，就是用重压的方式快速累积财富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去想想看哦，如果说你今天可以把资金集中起来，你听看看，资金集中起来，在这个低档地区。去重压做多的话，去重压重压，不管你30口、50口、100口，这一段上去，你是不是可以赚得很轻松？没有错吧？所以我们的做法很简单，完全用定价的方式，在转折点去重压，然后快速的累积财富，而且更重要的是手续费，一口单我们会用一点给你计算。为什么要算手续费？我等一下会说明。每一笔交易赔钱或者是赚钱，我们都列入计算。这个地方我们欢迎棋子大咖你来询问，你真的要来问，你口数够大，一定要来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集点热的方式，要集满2000点，我们的任务才算圆满完成。所以在这地方有兴趣的棋子大咖，欢迎来跟我们一起集点热，一起来集点热。怎么做？我再讲一遍：第一个一定是当冲；第二个，每一笔单至少八口大台；转折点我们会去重压，让你快速累积财富；手续费一口单算一点；每一笔交易停损停利都算；集满2000点，任务才算完成。直接来看一下今天的操作，今天行情涨这样哦。我说了，我们全部的会员都牙巴巴，我让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 VIP 的重压会员，来，请拉近 VIP 哦。八月期指挂定价10983，好，10983哦，挂定价这8:47就挂单哦，10983给他做多至少这样八口大台子，背单47分，挂10983做多至少八口大台子。那不管会员实际下几口，盈亏绩效都用八口计算。你说你下到20口、30口，那个多赚的都是属于你的，你懂我意思？我们就用八口跟你算。好，挂定价10983做多，至少八口。这9:21啊，哦，这里穿价成交，哦，穿价14点嘛，这穿价成交，成交之后怎么做呢？分批出场，来9:20 ，VIP 10983多单触价成交者，哦，在这个地方嘛，9:20、21分在这里嘛，在这里嘛。当你集中资金在转折点去重压的时候。你会赢得很轻松，又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需要用定价的方式，守株待兔，以逸待劳，等这个价位来。这个做多之后，手续费要算一点。来，你看一下哦，这笔单我们用10984的成本计算。为什么要10984多一点？因为手续费我就几点，我们挂11014，获利30点，先出场4口，先出场4口。来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进场成本价。我们是买在10983，但是要加手续费一点，来回手续费。所以这是10984是进场成本价，那11014呢？先停利是4口单，大涨多少？120点，这一定出得掉嘛？这10:49还来到11038，120点哦。那剩下怎么办？来，很简单，剩下的部位来，请拉近9:47，剩下4口单如果没有回撤进场的成本价10984，我们全部呢收盘价平仓出清。所以今天收盘价收在哪里？我们直接看一下，收盘价收在。11017哦，这纯细靠端就出叠加11017，再大涨132点。好，这个等收完盘之后，1:46，我们会跟你核对绩效。VIP 今天的绩效，10984做多八口，你做20口、做30口、做100口，我们都用八口计算。我们4口单在10014停利挣120点，好、哦，挣120点。那剩下嘞4口嘞，收盘价11017出清挣132点。今天的绩效总计252点，
这是扣掉手续费的绩效哦。所以今天的当冲操作 VIP， 恭喜会员大涨252点哦。我们是在低点做多上去，都在低点做多上去，买了八口在10984分批出场，一笔120点，另外一笔132点。欢迎棋子大咖一起来集点乐。我要甲大家讲的重点是啥？卡叔讲你若有资金，你的资金会当做背靠单一雄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。为什么？你来看一下哦，你听听看，你真的可以听看看。第一个100%当冲，它不会有任何流仓压力，哦，所以呢100%当冲，你不会有流仓的压力，也不会有流仓呢，就是说可能赔到大钱的机会，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每一笔交易，你就算你做20口、做30口、做50口、做100口，我们都用8口给你算。那我们的做法是在转折点集中资金重压，转折点集中资金重压，用这种方式快速累积财富。那手续费一口单的来回，我们用一点给你计算，来回用一点计算。所以每一笔交易我们都会列入计算。那计算到什么程度？我们用8口单算，计算下去集满2000点，任务就完成。欢迎棋子大咖，像今天这样一笔单哦，它就250点了，250点。你说只要做对8天，2000点算什么问题？今天就250点的，如果做对8天，而且这个还没有赢很多，这个只有赢个30几点，那4口单就120点，这个也赢30几点，4口单132点。今天就是这样操作，轻轻松松，不用穷来穷去，你听我意思不？所以我在上半段刚跟大家分析的，你今天是我的普通会员，你的棋子当中加上软体的这个软体的操作，今天有252点的机会。棋子大咖也是252点，选择权今天做一笔多一笔，你今天可以享受到几点的机会？100点，将近100点的机会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知道有很多棋子大咖，你看到这个活动，我相信你一定是很想尝试。所以今天，你今天吼，你的靠手机要背靠端，我今天给你一个礼物，棋子大咖礼物 ，VIP 的短期体验，你有看无？我让你短时间快速累积财富，188专案，188就是叫做188。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今天就是要让你赢八八，今天这一集节目，我就是要让你赢八八，188赢八八，用最短的时间，我们来快速累积财富。各位，像今天这样一笔单的操作，252点，我说你去算哦，如果一天252点，是不是8天就2000点了？各位，那当然呢，这个短天期，我就是要让你最短的时间内，赶快怎样达到这个目标，达到这个目标。所以今天我开放让大家来体验短期体验哦。给棋子大咖礼物 VIP 短期体验188专案188。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的口数可能没有那么大，没关系，口数没有那么大，你跟着我们来做，一般会员就好，这一般会员今天呢一样252点，讯息结合软体252点，选择权今天做一笔多一笔，2万块，相当于大台子100点。昨天呢给父亲节的礼物，给全国会员父亲节的礼物，这个是棋子当冲价差168点，这个是选择权昨天翻倍哦，36000变72000，价差36000，相当于大台子180点。普通会员的话，各位，我们给你这个方案，588专案，我挺你到封关，棋子当冲讯息选择权当冲班，两个商品给你，588到封关，一路服务你到2019年1月30号。那棋子大咖，棋子大咖，欢迎来体验。我相信只要用对方法，在转折点去重压，集中你的资金，把口数放大，就像今天。10983重压做多，光今天这样一笔操作，轻轻松松250点，8天过后，你去算一下，8×250等于多少？这个机会你要不要来尝试看看？我相信绝对不要错过，因为你只要给曾老师机会，曾老师一定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的累积财富。188专案，188专案，希望全国的投资朋友都跟我们的会员朋友一样，每天操作棋子188。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稳住，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
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战胜期权，曾老师特别推出了一个圆梦专案。圆梦专案，全方位体验营，全方位体验营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让期王帮助你圆梦，速拨迎战圆梦热线0800370888。0800370888，让曾老师帮助各位战胜期权，一起来圆梦。欢迎各位踊跃洽询，谢谢大家。迎战期权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期王曾老师帮助您圆梦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速拨圆梦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期王曾老师选择权当冲班，天天出手买方策略，风险有限，机会无穷，天天享受倍数机会，看着别人赢，不如自己赚。做对选择，选择最好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，一通电话保证惊喜，价格满意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曼。即使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2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蟹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。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有主力买的股票才是股。